目前哦，讲是天高日日流行期，好比后来里长就来进行全面性的消毒，嘛呼吁政府单位应该爱加编一挂医生，提悬这药剂量加喷药的工具，安尼哦，才会当来发挥更加好的防治效果。天气湿热，又阁是天高日好寒的季节。河北电工所最近开始在各地轮流进行喷药啊防治的工作。虽然是天气赤炎炎，不过后来里长姚宝莲为着里内公共卫生防治的工作，也是因领人员详细喷药啊，无漏到每一个社区的角落。因为工所例行性的，咱登革热消毒，吼、哦、啊，咱后来里摆伫今仔日伫咧举办安尼，吼、哦、啊，其实啊，最近因为咱这个蚊啊嘛足高，登革热发生率嘛足悬。政府嘛需要做一款动作。李长嘛建议，希望多编列一寡预算，加强药剂、药效、甲喷药啊工区，才会当发挥更较好的防治效果。六年来吼，因为咱的药啊吼用的量也无够，啊，咱的包厢的设备无够，无法当拍风的，哦，咱的水坑都会杀虫的成分吼，感觉较薄安尼，所以就效果就较歹。哦，我是讲希望公所吼啊后年多迄个预算。会当加偏数啦，吼、哦、啊，叫用上风拍光的迄款的吼，效果较好，包括蟑螂、蟑螂就对啦，吼、哦、啊，包括蝮蟎、蚊啊，拢会死，吼、哦、啊，这点可能会收到较好的效果，对这登革热的害处可能是啊，绝对会有增加伊的成分安尼，哦，这个出来啊，例行性做在看去，会当收到更加好啊的成绩个效果。防治天狗热真重要的工作，就是防治病蚊虫的滋生，避免容器积水是防治的基本功。里长嘛呼吁居民配合环境清洁，唔来当带了清爽，买当降低天狗热等等疾病的传染。大专新闻台母亲何美采访报道。